劲报新闻。你猜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碰到谁了？谁啊？许攸。许攸就是那个大明星。你认识他呀？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他？更劲爆的是，他是和一个男的一起来的，而且他们两个举止非常亲密，应该是传说中的神秘男友。我还拍了照片，你看一下，那就是他。他呀？你认识他？名人呐，雨天的小雷总是不认识啊。从这张照片来看，他们俩应该不是情侣。不是情侣，怎么会这么亲密呢？怪不得要把他换掉，太过分了。他是惹过你吗？他倒是没惹我。我决定要干一件大事。哎呀，别乱来。我怎么乱来了呀？我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伸张正义的事儿。哎呀，娱乐圈的事情太复杂，你是不会懂。好，不懂不懂，来。不行不行，我酒精过敏，不能喝酒。那这样，我用柠檬水代酒。必须的。凉吗？有点儿。干什么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动手动脚的。我没动脚啊。你，我只是动心了。要不然你别送我了，我自己可以走回去。你的手还是凉，得多帮你暖一会儿。哎，嗯，你为什么要送给我这只猪啊？因为你不是杜小猪吗？啊？谁是猪啊？你说谁呢？不过你放心吧，你就算真的变成猪了，我也不会不要你的。你才是猪呢！你说谁是猪啊？跟你像不像？我觉得挺像的。来亲一下表示尊重一下。